的直觉真的就是挺痛惜也挺惋惜的，就是这至于这它造成的这些影响能不能警醒一些什么，这是别让它白白的就这么失去了生命。我们知道它过世之后心情比较沉重，因为它是为我们老百姓付出的生命，我们十分感激它，我们应该向它学习。